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我们现在人呢就在台湾的西门町。OK， 我们这一次台湾的旅游成员有。你还不懂版权啊？OK， 我们现在不是现在，是我们今天的 plan 呢是要去淡水，然后去101噻。去到淡水看有没有时间，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去101，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去40夜市，有点期待感觉，快点。完老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去到那个地方才感觉到那个美。你现在的心情有兴奋了没？没有，因为我不懂那边有什么好玩的感觉。我们未知数，就是因为不懂未知数，所以才期待嘛。没有，我要到了。如果是美的话，我觉得哇。OK， 这样等一下我们就去到那边过后再看他们有没有那种哇那种感觉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在西门町这边选了一间餐厅来吃，然后吃完过后，等一下我们就要搭捷运去淡水，然后很期待淡水那边到底会是什么样的风景。我今天就叫你小橘子啊。OK。橘子旺，小橘子，培根鸡丁，这个是什么？青椒 blah blah blah， 然后这个是虾仁 blah blah blah， 然后那个又是什么 cheese blah blah blah。OK， 入乡随俗，来到台湾，我们就要讲台湾的语言，所以いただきます。事隔了一年，我又回到来台湾的捷运站啊！上一次我来台湾的时候是跟董曼多他们一起来的，那个董曼多他妈的，他骗我讲这个是巴士站，那时候我真的相信了，因为我没有来过台湾。给你们看看台湾的捷运站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啦。橘子旺，今天我们全部叫橘子旺。你不可以叫，不可以叫啊！叫橘子，叫叫叫叫叫。悠悠卡，悠悠卡。OK， 我们现在在西门，然后我们要走两个站，一二去到中山，然后我们再转站去淡水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行程。快点，请表示你很兴奋。还没有到，刚刚我讲了到了前台，原来兴奋。OK， 这样你到了，你一定要兴奋啊。不要讲一定啊，就看了有没有那个感觉哦。OK， 你要承诺我的观众讲。我是很诚实的，如果那边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，很美，我就一定。OK， 这样子的话，各位，等一下你们看小明的反应，他就很有说服力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玩就好玩，不好玩就不好玩。OK， 对，没有骗。你们看 ，Terry 在拍 vlog。OK， 我们到了中山站，然后这边有一条非常高的楼梯，然后他们就打算在这边拍照。来，小明先，一张100台币。各位，我们到淡水啦，兴奋点！今天是一个不兴奋的旅行团吗？还没有到景点，不可以兴奋先。Okay, 要不然就浪费那兴奋了。OK OK， 说服力啊，说服力，说服力，到点到点。OK， 刚刚呢，在捷运上面的时候呢，阿旺的相机呢就插在他后面的口袋上，然后美丽呢就偷偷把它偷掉，然后他现在完全没有察觉到了。然后他刚才还讲，我准备开拍了。我现在在等他，我们现在等他发现到他相机不见掉的时候，他会怎样慌张？我要看他的反应是这样的。所以上一相机在他的背里面 ，OK， 我们就等他自己发现到的时候，我们再配合他演示。你看他在轻松自在那边，粉来粉去这样。哇，你们看这边有这个是喂母乳的一个房间。美丽，你要喂你的母乳吗？不用，我看你的母乳分泌了吗？叮叮。姐仔，哇，这边的风景好美啊！重点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太阳很猛烈，对不对？但其实那个温度才大概20多度左右。哇，这张美，这张美不美？大家说美的话，给一个 like。美的话，这个影片破30000 like 就代表这个照片美。真的破死了这个，有点难度了，讲吧。太难了吧这个。OK， 这个影片破了30000个 like， 你这张照片就可以破了。OK， 他们就觉得美。这个如果真的破，就代表你的影片有实力。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
有信心。OK OK。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台湾，对对，到台湾，到台湾。没有啊，对，这边是 Seven Eleven。Seven Eleven。Seven Eleven。走啊！淡水老街啊，淡水。OK， 现在呢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旺四号。大概有两个。啊，你有注意啦，我帮你啊，跟你讲。我跟你们讲，美丽耶就自作聪明，以为他 bring 到旺了。OK。美丽一点多两年了你啊，我跟你解释，其实不是我去爆水了，是阿旺一早就发现到，然后该你在捷运站来跟我们讲你说话相机的时候，阿旺哥就跑过来跟我们讲，该美丽是跟你们讲话我相机，啊，他手嗨了啦，我自己都发现到，我还在那边陪他演，是啊，他刚才拿来历史重演一下，是要来试问呐，啊，阿旺该是塞在这边的 ，OK， 然后阿旺手就握着捷运站那个点 ，OK， 然后美丽就这样子。妈的，我屁股完全有感觉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在那边配合他啊，你要拿你拿啊，我继续开我的玩笑的。然后贝利就自以为自己很厉害了。伤心啊，伤心啊！不要讲了，去淡水。OK， 首先我知道事发是什么东西，可是我刚刚没有看到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，所以我可以透过你的影片来看。耶， yeah， 这就是我拍片的一啊啊啊！你要去阿芝的店吗？阿芝？谁是阿芝？阿芝的店。阿基呀！阿基呀！阿基！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淡水的情人桥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情人桥。今天跟我的情人一起来情人桥。喂，你还没有给反应哎？我给你已经给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在这边码头坐坐，吹一下冷风，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6点我们又要搭船回去对面的淡水那一边，然后再搭捷运回去我们的酒店，也不是回酒店，是去士林夜市，所以我就直接等到士林夜市的时候再继续带你们去看吧。OK， 现在我们去士林夜市之前呢，我们就现在这是什么啊？淡水老街，淡水老街，然后这边有卖这个土耳其冰淇淋，就是你们每次看的那些视频。然后阿旺呢，他就决定自己送上门给他玩一轮。来啊！哇，来洗礼先。这个是阿旺的反击。哇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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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快进来！啊，我罗杰。没有给钱了啊啊No money, no honey。 你是你给了吗？给了吗？谢谢苏梦的。拜拜，谢谢。我们来到士林夜市啦。哇，这一次的士林夜市比去年我来的时候那个人潮好像多出了一倍，这一次比较多人。哇，好多人啊！
幸好这边的天气是凉凉的，所以挤在夜市是不会觉得很热很悲情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间餐厅，然后这个餐厅是吃牛排、鸡排、猪排那些，然后现在在我面前就有一碗很特别的汤。你们看这样子，它不像是一碗汤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是这样子的，你要先戳破它。戳破它，看到里面就会有汤。哇，这是什么罗宋汤吗？然后这个是需要这样子把它盖进去的，我不懂我这样吃有对吗？你们看到它的厚度吗？差不多这样子，差不多这个厚度。哇啦喂！控爽啊，爽，我牛肉控了。哇 ，OK， 现在我手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在士林夜市的战利品啊，当然里面有我的东西，有 Cherry 的东西，然后还有 Oni 的衣服。我们出来逛街是不会忘记你的 Oni， 你看爸爸妈妈几爱你啊。我们现在坐在士林夜市的对面这一边等小明他们过来，因为我们该是分散来走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了，我们就在这一边等他们五个男生出来了。 OK， 我们现在就回到来我们的住宿这边，就是西门町啊，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回去酒店，我们就在楼下这一边吹一吹冷风先，因为这边的温度实在是太舒服了。然后呢，你们看这个傻逼，他该讲，他硬要戴上帽子在他的脸上面，结果每一款帽子都不适合他。你们看这一款，他戴了其实好笑。OK， 不用紧，不用紧，你戴那个渔夫帽，对，戴渔夫帽。你们看啊，另外一种搞笑呈现了。哎，你这个给他到这个了 ，OK。这个更好笑。来，这个更好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不到我低下的。我的超能力，我心思你整个。超能，恭喜呀！这个是什么啊？大马国际没有 ，Locking 大马金正恩。什么？大马金正恩？不是刘特佐。飞机给我买下去。坦克车给我买。OK， 各位，所以今天这整天下来，就是你们看到了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台湾的行程。然后今天是我们在台湾的第二天，因为我们整晚没有睡到，赶飞机飞过来，所以昨天的 vlog 我没有拍，我很喘，笑得很喘，休息一下。OK， 所以今天的台湾之旅就到这一边啦，然后明天我再继续拍，所以留守下一个台湾 vlog 的影片。各位，拜拜，我们下集。大马刘特佐，拜拜！耶，突破600,000订阅啦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冲向700,000订阅 ！OK， 在我700,000订阅的时候，我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。首先，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订阅我这一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 follow 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。在我到达700,000订阅的时候，我就会随机在一个影片的留言区，再随机挑出一位幸运儿，把这一架 iPhone 11 Pro 送到你的家。而且当我抽到你的时候，我还会让你自由选择你想要的手机颜色，我再去购买你想要的颜色，然后再寄到你的家。不管你是住在任何一个国家，我都会把这一个幸运的奖品送到你的家门口。那抽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是有订阅我的哦，不然我就会再重新挑过另外一位幸运儿，所以不要骗我啊。 OK， 就让我们一起迈向700,000订阅吧。 Woo！